一路手牵手，希望做你的妻子，会当陪伴在你身边。我也不愿甲你来分开，情由近，半生情，我会勤俭过日子，等我成功好地位，予你看见。情由重，千金天，希望你着打会起，幸福人生，咱着坚持。你我无论在海角，也是在天边，天涯总有相逢时。生情，我会勤俭过日子，等我成功好地位，予你看见。情由重，千金天，希望你着打会起，幸福人生，咱着坚持。你我无论在海角，也是在天边。恩爱总有相逢时。我来感觉身躯无啥气力。严胜元，甲你做一支肌肉松弛剂，你搁三万饮食，你今日会吃多几工啊？我今日多几工啊？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恢复，医生说再观察一下，你的肺部若是没积水，才能出院。子婷呢？严善元有对你安怎无？无。严善元甲阮阿有高小军去去顶楼，而且还用一个假人假做是你，就是为着要拖时间，让妹夫去救你。你敢不知影，严胜元已经起痟啊！伊到最后竟然被跳楼，是怕小军还佮子婷佮救落来。嘛唔知影那是好还是唔好。严胜元起码是有警察抓走，啊，不过伊若是佮佮伊放出来，咱是毋是继续过这款提心吊胆的日子？人心人没，人心人没赢呢。伊无代志，严胜元只是要家己去行尔，伊即马伫咧病房休困。真是的，伊甲我拄讲一件病。哎，你要创啥？你若是有啥物事要甲我讲就好啊，你爬起来是要创啥啊？我要去看伊，我要确定伊病啊无代志。即马高志荣甲江秀玲在照顾伊，你去是要创啥？而且，你真正都无要紧子婷心，子婷起码才需要你的关心。子婷安怎？子婷为着要救严胜元，和严胜元得着，就想老悔啊。所以，这寡小军去救你，不是我去，因为我着急要甲子婷送来陪伊。那你子婷起码安怎？子婷胸无安怎？啊，不过检查以后，发现伊真正有心啊，而且已经确定这个囡仔是严胜元的。严胜元这个笨手，伊明明就我爱子婷，子婷来叫你公公好骗去。子婷安怎有心啊？这款代志，哪有可能有瞒伊？那你子婷安怎想？严胜元，上海伊这么侪改，伊袂讲到要把囡仔生落来吧？伊真欢喜要做妈妈，伊怕是要把这囡仔生落来。子婷现在伫倒位，我去找，我去给伊告个。哎，你是卖几多？咱卖袂记进前告婚，就算阿姨把囡仔提掉，卖偷偷告个。他是公子婷。
真正会当到严胜元伺候你，我是会用予伊家囡仔洗落来啦。非你即摆不管安怎，咱拢爱说你，莫阁甲家己的亲人甲囡仔赶走。我想要创啥啦？我是要去找人心和人美。你一定知道因住倒一间房间对无？我得亲身看到因平安无代志，我才能放心。我陪你去。你即摆身体还袂恢复，有我伫个边仔照顾，你嘛较安全。我搁一个惨要失去你，我真正无希望。我因为一挂无意的代志，伫坚持，拍翻咱阿母感情，伊就好好陪你，我就点点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好无？哎，仁心。所以你真正两期较前无讲讲会晓去上班哦，你足憨的。对啊，啊，迄天就是要打两份工，实在是伤赶，我会晓穿的就出门啊。结果一到现场，我就发现我穿唔对啊，害我想要伫个涂骹学一空了。嗯，一天打两份工哦，安尼你就辛苦。才不会嘞，过去哦是你甲爸甲阮保护了伤好啊。一直到我家己去外口讨生活，有了一挂工作经验了后，我才知影爱珍惜。今仔趁钱真正就无简单嘞。今嘛我除了趁钱以外，嘛真认真伫勇士集团咧学习。王总裁真照顾我，嘛答应我会让我甲其他人赶快升迁机会。我已经定好目标啊，我一定要拼出头。哇！为人心啊，这外口生一年，今嘛。充满积极回来啊！当然啊，我袂当讲甲较早同款，秘伫个遮，互恁保护啊。较早是因为我甲阿姊娘做伙，我从来都无想过我会当独立。即嘛无同款啊，我想要成为一个会当独当一面的人。爸妈，我想要继续独立，你敢会支持我？当然嘛支持你。我甲你妈妈讲好啊，绝对袂亲像菜鸟同款。一直搬厝，到尾啊，叫我囝仔剩无半只。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只要你的决定是行一条正道，我就支持你，做你上好的后盾。虽然放你去陪，我会真烦恼，啊，不过咧拢是过程啊。只要你陪陪上好，有时阵嘛会陪转来，让阮知影你过了真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嗯，爸妈，多谢你。我阿母阁掠住讲，你即个转来，咱姊妹仔会当做伙去开创一下事业。结果，哎呦，你着予我去外口拼看卖嘛。等我为一块零零格格的大石头变成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的时阵，我着随转来你的身躯边。你讲的哦，珍珠，大哥哥，我即摆是石头。花弟咧，你唔通白记哩，厝。因为是你的避风港。兄弟，今日来看人心人美啊，看起来你恢复了袂歹啊。是啊，你应该好好感谢郭秀君，若不是伊发现你伫个水底，你早就已经给海龙王就去做竞赛啊。是郭秀君应该感谢我，我阁活嘞。假使我无命，严胜元都按规个头毛白。伊为了要救伊个宝贝后生，当然要保我的安全。身体状况较好无？好真济啊！多谢你的关心。听说你为了保护人心，失温真严重。
我无想过我会死，因为我真清楚，阮的爸爸妈妈一定会来救阮。结果，阮就真正等着啊。严胜元利用恁威胁我，我嘛是会设计，所以我才无赶到位去救恁。为着不管安怎，以后恁两人受苦，我一定会找伊讨回来。请你莫阁安尼做啊！就是因为你放袂落遐文员，才会造成严胜元愈来愈偏激，愈来愈失控。我甲仁美已经无想要过迄种互万魂约咧走的生活。我只是唔甘恁姊妹互伤害、互欺负。啊，不过报仇无法度治疗阮心内伤，会当治疗阮心内伤的只有爱。所以你袂当去国家，你无想要治我这个爸爸。你要治什么款的爱？你甲我讲，我赶快做会到啊。是嘞，较早是我唔对，我因为行袂出伤痛，做出了这侪偏激的代志。我甚至利用你的无顾一切听话去影响你，借你的手去伤害别人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的痛苦一点拢无减少。我才了解，原来一直拢是我咧作茧自缚。我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，这个痛苦永远拢袂结束。我希望你嘛会当放下。你要放下什么？我永远无可能放下恁姊妹啊！袁熙的意思是希望你莫阁利用你对阮的爱当作借口来伤害别人。你若是要继续安尼一意孤行，伊就敢若剩甲你划清界限这条路通行。仁心，这敢是你的意思？仁美讲的，就是我要讲的。恁两个哪会当对伊个亲生爸爸心肝遐凶？伊为着要救你，差点仔无命呢！恁即马一句话，讲啥物放下，就要甲你关离开你的世界。你惊伊会伤害着人，你就唔惊伤害着伊？我真正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你的亲生爸爸。我知道他对我很好，但是这种好不是我要爱。哪里敢说你想要提什么？我一定做到够。你要提的只是很单纯的爱而已。我听一句话说，永远莫为着你所爱的人付出伤多，除非你会当不求回报。其实我真感谢你遐尼爱两个查某囝，也毋过你袂当想要控制伊，佮袂用接受你的想法，佮即款方式的爱。讲唔对，一个真正爱查某囝的爸爸，是袂向查某囝去讨伊付出的爱。那是你的因为。你的付出得不到回报，就感觉不甘，感觉心痛，这就表示你的心态已经不正常，也表示你的关系也已经不健康了。我对我查某囝的爱，你莫当硬拗，讲我是咧轻分，讲我是咧计较。啊恁呢？恁比我更狠呀！恁利用这二十几年的感情给伊绑票。恁不足因接近我这个亲生爸爸，恁把我黑化，把我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歹人。所以今嘛，不管我为因付出偌济，都算我把我的心甲我的肝恶出来给因，因同款无愿意甲我共心。我一直认为，滴水的拯救。要不我真是想不到，我的真心真意竟然变成你要离开我的理由。敢讲你拢无想过，我的心嘛是麻做的，我嘛会受伤，我嘛会艰苦。嘉良，不管安怎，我
真多谢你对我甲人生的付出，啊，不过我嘛希望你会当尊重我的决定。瑞欣，但公安连公公一直付出，到最后天都伤害真正爱我的人。恁的意思我了解。咱要留在这个人玩，行。已经争取到交保了，但是金额真高，而且要限制住居哦。安尼我知影，多谢。圆圆，你小林大姐，卖关个保释金摕来，叫你出去。我这边会继续找其他的证人跟证据，若是后边还叫阮找到其他的证据，对严顺元不利，我检方这边同款会甲起诉。伊的行为啊，已经破戒，一定袂轻的，你家己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先回来事务所处理代志。多谢。你，有闲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。当初那是我先来，一了百了，我袂会让你这么麻烦啊。你袂用讲这种话，会当活来上重要。就是讲，好人乖，加过几年，你当出来重新做人啊。那是啊。就真正啥物拢无啊！偏偏就是有草莓族，狗的死嘛无愿意好好过日子。像有这种人，就算活到七八十，嘛惨像十七八就死，无啥物无共，无一回。我圆圆毋是草莓族，伊是受着打击，一时行唔着路。张家良，像当我脚步打岔的时阵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陪伊，家己有点解度。行对路，迷失方向，为导航系统好伊啊！严社员，想要行正道，基本的礼数都要顾一下。看到被害者，你是种态度，你完全都无悔改的意思啊！采用你种态度，伫法官面头前就叫做无教化可能，会判真重。圆圆，这就回一条线。
伊真正有心啊。是的。泼盐水的是我，砸到水的也是我。安尼无声音是你啊？讲我这么细声，我一点啊拢听无呢。而且我水浸伤久，我耳仔浸水啊。我刚听老板在叫，我无听人在讲话啊。真是的，站在话头上喊我大声嘛无声，你都爱跪嘞，而且我磕头，要搬鱼啊搬砖头啊。张家良，刘元开始太过冲动啊，啊，不过刚明看到嘞，伊不是真心要害任先生没分手，给伊一次机会。那是我讲，伊对阮所做的，我已全部重新体会一遍，我就原谅伊。你敢买？要我安怎做，我拢接受。啊，不过你爱讲话算话。知影要犯规，你就愿意把你所做的代志全部搁吞转去啊！之前你咪真敖，讲你唔惊死，我有欺骗。一早要犯规，你嘛赶快搁救转去啊！我确实唔惊死，不过鬼门关走一撮，我想通啊。我若是犯规，我阿妈会搁较拖我。但是，予你母娘会当甲你和解，我无啥物好惊的。严社员，你想看卖，你对我做偌侪卑鄙的小人步数，讲要甲我做铜像去跪恁爸爸，养个袂要紧，我是长辈，我会当较大方的。啥物用火加香、用水加盐，我会当卖计较。我只要你去跪下咯。孙孟宏，安怎？假使你唔知影水门风是啥物，问我边仔一个，伊真有经验。张家良，不管安怎拢是我救，你才有办法徛伫遮讲话。你即卖甲讨人情无？即卖是你宝贝后事要抵我的命，你来解围，你讨这人情，你敢袂心面？我就是爱严胜元赎罪，卖讲我叫伊水门风，就算我叫伊去水公共便所。嘛是拄我好啊，尔。你还知影？圆圆是你宝贝查某囝张子婷，把到来来见妈的爸爸。表示讲子婷对伊还是有感情。你伫针对伊，唔惊你的宝贝查某囝会伤心吗？看在囡仔有一半，子婷的黑眼，即间未必退掉。万一要生来，即、這个囡仔就完完全全。是阮张家人，你本想要定这个囡仔，万本想要趁机会接近子婷，我绝对袂让这个囡仔成为认定官老脸呀。饲一个囡仔尔，阮张家阁饲起。我已经甲检察官要求作弊了，即届我无可能让你轻轻松松的过关，都凭你对我的强制罪啊，甲我杀人未遂，我绝对让你坐牢坐到完。咱先办交保，出去了后再想办法处理关系问题。来，派去好的来，家庭兴旺，大吉大利。这是芙蓉艾草水，吃起来会当净身去晦气。去买吃起来。你先坐休困一下，我去带猪脚面线。吃猪脚，以后事事行行拢会顺顺利利。
妈知影你即马无胃口，啊，不过加减食一寡，算是正好妈安心的，好不好？大大吃啦，因为你爱知影，不管以后你要面对啥，妈妈陪在你身躯边，所有的代志本来就顺利的。你先慢慢来吃，我把火炉摕入去。妈，是安怎？无说你烫着啦，我去冲水就好。哎，来泡药啊啦。肠胛骨拢红起来啊，已经真疼吼。妈，是的。圆圆，有你这句实的，妈就知影你是真心在忏悔，在反省。不管妈有偌艰苦，妈有偌忝，拢感觉有价值。你敢真正认为我够叫？当然，妈相信你绝对不是这么白骨的人，你是家破大产尔。妈少年的时阵，妈捌惊骗过。我为着要得到张家良的爱，所有歹代志我拢替伊做啊。我误解我的爸妈，甚至害阮爸为了要救我失去的性命，一直教我去陪酒，拄到恁爸爸。伊是真心的爱我。伊改变我的命运，给我一个家。伊是这个世界上上好的人。你是伊的后生呢，你的本性一定跟你爸爸同款善良。所以，你若是愿意回头，你一定有机会重新开始。就算我后悔啊，伊敢给我伤害过的人，敢愿意帮我煞？你无试看卖，要哪会知影？是莫想遮尔济啊！回你妈不准你放弃你家己，你会知影。不管安怎，妈拢陪在你身躯边，你毋是孤单一个。好啦，你先食，你食完了后去洗身躯休困一下，然后咱再想办法，看下一步要安怎行。这届拢怪我伤过冲动，在张家豪这个杀人凶手还未得到报应之前，我无用得到。张家良，我着甲你斗斗啊算，总有一天，我爱你这个无悔无目屎的笨手，跪落来求我原谅。有一件代志，我先去找。好啊，你上水，上水还是输你几叔叔啊？哎，舅舅办好事啊，你老水人啊。嗯嗯，车已经伫停车场啊。仁信，你阁真正无要甲爸妈回去哦？妈，你唔是答应我要支持我独立？车我唔想回去啊，我三不五时就会回去做客，安尼恁才会较疼嘛。吼，张仁信这心机鬼，哪有人有这款风趣伫咧争宠诶？你嘛加减问啊啦，都答应你啊，哪有可能逼你回去？我是惊伊伫咧外口穿无少食无饱。妈，这你放心，今嘛有人会甲你小坐起，无得靠过下张仁信回来，你就看到伊飞过来攻击。哪有迄个人啊？你嘛有别讲，敢无？我会记迄个人说。啊，高人美没当讲。王正燕，对不？爸，我就甲你讲，我跟王正燕只是冤家甲头家的关系，唔是恁讲安尼啦。敢不呢？要唔过我看，
一看你的感情哦，跟爸爸少年时阵杀掉你妈妈，那种感情啊，一模一样呢。好哟。哦，阿爸，那莫阁甲人心创敌啊！伊即马就无简单，才敢去谈恋爱，咱莫互伊压力，互伊点仔讲解。我著讲我无，我毋是恁讲安尼啦。哎，啥？听我讲，伊要过来？无。你跟着搞爆！阿姐，阿姨，你们别说！你卖笑熊，我看到人没人性哦！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是的，我心里，我看是为了要报仇，利用人没人性来钓取杜家良。啊，不过我的目标绝对不是人没个人性，那不，我冇传简讯给你。格林救因啊！你被利用人没人心，妈袂当有这样危险的风险。而且你明明知影，人没人心，当过这么大的手术，你搁甲伊关在冷冻库内面，你敢拢无想过，伊的身体袂堪咩？我真正无要想伊的意思。我一开始无调整冷冻库的温度，是为着要自有真实感，或者敢拢上钩。后来我也无得达成啊。我妈妈想见温度调管呐，迄个温度是无可能会死人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甲仁心爱感谢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有迄个意思。你明明就有，伫冷冻库的时阵，仁心已经昏去，我求你放伊出去，你对我是虾米态度？然后你搁伫我身躯顶压水，你是搁伫想啥？你让我甲仁心伫鬼门关前行一回，即马过来讲，你无要伤害阮的意思。鬼才相信你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家己对阮讲落去，出在你的身上。迄是因为迄时阵我已经失去控制啊！我一心只想要让刘刚痛苦，甚至要甲伊赔。你的心情，阮无想要了解，因为你确实伤害人没人性啊！讲到落落当，就是希望减轻罪行。你若真正有诚意要忏悔，我去面对你的罪行，那不才是有诚意的做法。我会，因为你来这之前，我根本就无把握，能得到你的原谅。我已经给你足一次机会啊，啊，不过你一错再错，若是无你受到应该的天罚，你永远拢袂悔改。想不到，才无多久，我在你的心内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其实，我同款是迄个会做荡秋千，互你耍的可可啊。你甲破链扣转来。虽然我扣袂着，就想要甲伊断掉。啊，不过我唔敢断，因为这条破链代表我上单纯的心。但是甲伊断掉，就等于是断掉我的心，我的本性。是的，我予你失望啊！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原谅我，既然我是来赔罪，应该做的，我是来做。你唔要安尼做。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我嘛知影，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是讲较济，慢慢都弥补的。今摆我会当做的，只有诚心诚意，甲你回实的，请你原谅，给我最后一摆机会，好我会当好好陪伴我阿妈，嘛给阮妈减轻一点仔负担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妈，我小哥你从哪？去。
若得不到恁的原谅，我就甲袁归伫个遮。人心人美，我知影你因为圆圆吃真侪苦，啊，不过伊真正是无好多心修，七七八八的打击，伊才会做出这么侪离谱的代志。恁的名是因爸爸叫的，你拢知影，因爸爸是一个偌好的人。因爸爸不过死去，你拢会感觉足伤心的对无？何况是最爱因爸爸圆圆，恁敢会当体谅伊的心情？郭先生，秀莲，明辉叫恁查某囝接来文件，我要找恁讨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原谅圆圆。圆圆，伊本性真正无遮尔恶毒，恁若愿意给伊一次机会，伊会做给恁看。是毋是要原谅圣元？阮无法度做主。在这个房间内底，我是上无资格批评你的。啊，不过我是最会当理解你的人，因为我嘛做了足侪歹代志，而且我阁欠你一句实话，你的假骗去跟我嘛有关系，我无法度推卸责任。现在大家拢原谅我，我无道理唔给你这个机会。人心愿意原谅你啊！既然人心愿意给你机会，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了。多谢你，多谢。以后那卖阁有交涉了，请你离开。我今晚就离开，多谢。坐下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先坐。就是我有心的代志啊。你拢甲周经理等下去分一寡礼物给大家，同齐庆祝阮的喜事。啊，这我知影。拄则我先甲因讲啊，互因摕到礼物嘛较欢喜，啊做代志嘛较有精神。哦，阁有这招哦。哦，我甲伊拢无想到，还是你顾虑会较周全。这无啥啦，我感觉我有心以后，敢若有变较戆呢。啊，以后我若是有啥物无注意到的所在，你爱随时甲我提醒，替我顾前顾后哦。虽然讲即摆工课拢互伊弄手去做啊，又讲啥物叫我袂当伤忝，佫叫我袂当加班呢。安尼听起来，总经理真正足疼惜你的呢。伊哦。头一次做爸爸，根本就把我当作是一个囡仔。哦，惊我食袂饱，睏袂好，行一路，伊阁讲我会跌倒。啊，而且哦，伊阁上网查啥物孕妇每周的改变，啊，阁有胎儿成长的状况。哇，我感觉伊即摆了解比我阁较济。是啊，总经理这么要紧，静茹姐甲囡仔，静茹姐真正是挖到宝啊！
我若是比静茹姐较早来万丽上班，无得卡即马坐车炫耀总经理的爱甲宝宝的人，就是我。天哪，你在想啥？无啦，我是咧想，即马总经理就遐尼紧张啊，以后宝宝若是出事，一定会成歹的。这我有甲伊警告过啊，啊伊阁误会讲我是咧甲宝宝食醋。对啦，我叫你来是要甲你讲，我甲伊龙有穿一个甲别人无同款的礼物要给你。本来我想讲私底下给你，啊，不过伊龙想讲到时阵分礼物，若是你无摕，别人顶多会怀疑阮是毋是有给你啥物特别的。啊，若是其他的人认为讲阮做主管的大细心，安尼对你嘛无好。所以我甲伊龙参详以后，阮就决定要给你的礼物，阮会放伫上下骹。而且顶冠有一个红色的丝带，你会记哦。多谢静茹姐，你想到遐尼周全。啊，是讲为虾米你爱特别送我一个无同款的礼物啊？因为我无感觉我有虾米权利会当甲别人无同款啊。虾米无权利？你是我的好姊妹啊，阁是我上好的助手。我甲伊拢无听你，要听啥？啊，不过你唔免有压力，阮只是想讲，你最近心内甲生活应该拢无啥好过，所以阮想要互恁知影，你也是有人疼惜、有人爱的。阮拢足希望你会通快去行出来。静茹姐，你对我的付出，我后世人嘛唔知要安怎行啊？谁叫你行？你只要莫阁为着过去的代志伤心艰苦，就是对我上好的报答啦。有时阵我嘛感觉足遗憾的，以前我返去后头厝的时阵，应该常常带你做伙返去，安尼就着当感受着家庭的温暖啊。啊，不过袂要紧，以后我返去的时阵，我会带你做伙去，阮爸妈一定足介意你的，啊，你嘛袂感觉遐尼孤单。啊，迄时阵。无啥物时间啊！啊，逐工要替阮妈趁钱，就袂赴啊！啊，我即摆才知影，这二十几年来，我的辛苦，我的付出，都袂了干。你慢慢安尼想啦，这二十多年的磨练，嘛，让你变做一个搁较好的人啊！你看，你遮尼体贴，遮尼乐观，遮尼善良，这拢是别人替你走的。对我来讲，刘千娜就是刘千娜，这是永远袂改变。说一个不是要凸显你是上等人，我是下等人，利用我表现你亲民的一面，你可是讲你真正是太子妃？莫袂记哩，你嫁予总经理之前啊，你甲我是同一款人，凭啥物伫我身躯顶建立的优越感？总经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总经理，我知影啦，你上爱食麻豆文旦。阮家是老张哦，即马产季哦已经到尾声啊，错过就要等明年咯。所以哦，特别留上好食的给总经理。好啊，小姐，多谢你呢。阮一家伙啊，拢嘛就爱食这个麻豆文旦，尤其是静茹啦。哎，总经理，麻烦你。各位。我要甲大家哦，宣布一个好消息。啥物消息啊？就是阮太太有信啦！哇，恭喜总经理！多谢多谢。总经理，啊，你是嫁的查甫还是查某呀？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我拢嫁啦，只要是平安健康拢好。我讲吼，龙凤胎是上好啊，查甫吼像总经理遐尼缘投，查某像特助遐尼水，安尼组成一个好。安尼足吉利的嘞！哇，小姐，你的嘴足甜嘞！我是真心吼，祝福总经理甲特助的啦。我们是想讲，把这个喜气分享给大家啊。所以，来，这是我特别准备的礼物，给大家正甜甜，啊会当生后生嘞，每年都生后生，啊未结婚嘞，拢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姻缘哈。啊！多谢总经理，多谢总经理。好好好
来，校长经理，你看啊，哎，你看，加油，谢谢，多谢，加油哈，来，这里，多谢，哎，你看啊，张经理，先生，来。想袂到总经理消息这么灵通，等下我要送文旦要给你，你加穿几分要好啊！多谢总经理。你看啊，总经理偌体贴嘞，人要圈粉是不是理所当然啊？天啦，歹势啦，是我无安排好势，要特别礼物给小姐提去啊。不过不知者无罪，你都莫甲伊计较，礼物我再搁摕予你。没啦，我袂去介计较啊！阿总经理，你免阁提我啊！一定爱，啊！多谢。哇！好啦，那你大家偷偷猜礼物，我先来无用哦。多谢总经理。总经理，麻烦你。小佳，都要出来姐。伊抓准讲吼，家己的身份地位比咱较悬，嘛唔想看卖哦，家己算老几啊？叫我出去就出去，我才凭大差伊嘞。小佳，亲那今麦是特助的秘书，这是伊对你无好处，你上好赶紧出去啦。是啊。好啦，我礼物啦，先放在遮，莫后背叮当哦。你敢知影你拄只摕是总经理甲特助特别为我准备的？笑死人！你讲你的就是你的哦、喔，啊顶冠敢有啥名？是无啥名啦，啊不过静柔姐有讲过，顶面迄红丝带是我的。静柔姐，静柔姐，叫甲遐尼亲密，那是真正是要给你的。头拄啊，总经理哪会袂讲？迄是因为你爸爸啊，厚面皮家己摕。你是总经理人真好，歹势伫你面头前讲出来。我听你咧唱歌啊，你根本吼就是看总经理对我好，目空切，你才会找我麻烦。你敢会想想者，总经理是对大家拢最好的，因为咱是伊的员工啊。我考卷里啊，莫有啥物非分之想，还够圈粉。你唔惊见笑，买替特助留一寡面子，无猜特助对你遐尼好，卖阁假啊！你这双面人吼，我看出出啦。一来公司就改做一只单纯善良的小白兔，然后变成纠察队，还全副书的洗衣厂，还够乖门。阁伫咧特助甲总经理面头前装无辜、装可怜，用心机博取上位。刘谦呐，你不累吼？我看了都累了。我当时用心计，我是凭我的实力才会当做特助的秘书，你莫搞我误了哦。是你，你是讲你甲总经理出差，临时休息，家己点调调，伫个面头前拼性命表现。我看你吼，根本就是要效仿特助这位啊，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啦。你搁讲一遍，安怎？甲总甲承认哦？你吼就是人讲的绿茶婊、心机婊啊！安尼敢有听清楚？老婆，你应该对阮去送礼物了啦。大家知影你有新的时阵，我尔欢喜，礼物咯，拢嘛用抢的呢。宝宝这样子人就好，一定就好命的。是啊，不管是千金嘛，还是少爷，我相信哦，一定能替万丽带来好运。那刚是小佳的啥物？哪来马签呐？拿来看卖嘞。你搞啥子？你敢跟我跑？我跟你拼！我的乖，你哪会将我的乖啊弹掉啦？家己去捡啦。把我的乖啊摕来。笑死我！哎，司令。你安怎吧？
外公，外公出进来。小姐，你哪会当咧去卡动手啊？你明明就知影，千娜的脚受伤无方便，你敢那家欺负我？是伊先动手的啊！我哪有？明明是你甲我骂，我超工甲我乖啊单调，我无乖啊，连徛拢徛袂在啊，哪有可能甲你拍？刘千娜，你哪会当颠倒是非啊？是你先提乖啊甲我拍，我才甲你的乖啊抢走呢。点去啊？我想问你。拄则我有听到，你嘛签了什么绿茶婊，到底啥啦？总经理，阿姨头拄仔讲，我是用心机才经理加特助的，连特助秘书这个位置，拢是我爸给来的。小佳，我的好签啦，做我的秘书行为有才调，伊做代志就认真诶，你应该甲伊合适，唔是安尼欺负伊、怨妒伊。万丽绝对袂当用这款霸凌的行为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阿哥，我无怨妒伊。我唔管你是不是要怨妒伊啦，千娜是受伤的人，你甲杀都是你唔对，而且佫家己怪啊单调，安尼唔是挑工要害伊，无这下。好啊，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。以后有甚物无欢喜，咱好好啊讲，袂当安尼冤家相拍。这是饭店，唔是竞技场。你安尼吵吵闹闹，人客若是看到，以后就来怪你的名声。是的啊，我知影。千娜，你乖啊。就给你收下。阿哥，我阁有一件代志要讲，我。好啊啦，莫阁讲啊，等伊做工课啦，行啦。有安怎无？脚一直就疼的吼。我不爱紧啊。你嘛莫艰苦啊，职场就是安尼，有的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莫跟伊计较。对啊，秘书甲房务起冲突，传出去嘛无好听，煞煞去。我知啊，以后我袂阁跟伊起冲突啦。啊，不过你的个性就袂甲人起冲突起啊这么严重啊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唔知，这会当讲无？啊，你就直接讲啊，惊啥？啊，我就听到小姐讲，伊给总经理圈粉啊，不过暗恋总经理，就形成特助会当嫁给总经理的，啊，伊若是会当甲总经理做伙。做小三嘛甘愿，啊，所以我听伊足生气的啊。总经理是静儿姐红仔，伊哪会当讲这款话啊？啊，静儿姐对伊嘛足好诶，所以我就甲伊起冲突。我来想着我冤家哦。啊，你行情有够好呢，死火啊，搁有人暗恋。林安行情好。我教到你才知哦，这么惊哦？阴暗是不是想要困客厅？我讲生笑啦，老婆大人别生气，阴暗回去替你抓灵。我也是讲生笑啦，看你有敢。报告，以后不敢。千娜，别生气啊！我知影你是为着阮才让小姐考试，委屈你啊。会啊。好啦，啊若无代志，我就先来走。老婆大人。在我面头前放闪。这根本就是超工要做给我看，想要刺激我。刚刚咱是好姊妹啊！
营养的陪练员，早上好。好好练啊。啊靠啊！这汗臭一年后，今日应该小摆摊了。拢紧接吧，今日当拼来。我主持人跟王根雄派这小 case 啊，来，好，来哥，好一点，听到啊，好，下来嘞，下来了，这样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哎，这样，好，这样，好，来，根雄。你跟我要紧，来，根雄，来。好了好了，说说去啦，我看今日到这就好啊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功夫一点钟就一点钟来继续来。免啦，我自家快送给你。要紧无？不，要紧，要紧，要紧。歹势啦，我只要拍车的都非常认真。你若无法度，已经同我讲，快到我这陪练员。连甲母我买啊吼，那受伤都麻烦啊。要紧，代志无啦哈。我哦，同好的呢，你去倒位找比我更较好的陪练员。以后你若有需要，赶快找我。代志无啦。好。来。难讲好诶，你工钱一点钟七百，我是刚好找你哦。多谢多谢。到今嘛，头骨咧疼，脚软手软诶，搁戆戆诶。若毋是得一条拖沙大诶啊，无法着踮伫台中。要回来台北，暂时找无头路，哪有需要遐尔辛苦赚这收费啦？七百块，真正有领导，看医生拢无够啦。哎，加油，你姐，多谢嘞，来。录取啊！原来当继续做散工啊！
你跟我讲话啊？是啊，请问你敢会当让位？你爱我让位？这位阿姨看起来年岁较大，嘛已经无其他的位啊。阿姨讲你大包小包，所以……所以你认为这阿姨需要这个位？啊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需要？虽然讲哦，我的外表看起来好好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我真有可能才开刀开了，还搁咧复健，甚至有可能有心脏病。歹势，我是真正无看到你的需要。你当然嘛无看到，因为哦，这两项我拢无。你哦，看到知影，正义魔人哦，我甲你扣肯。伫咧外口走跳哦，卖遐尔啊假步，嘛卖遐尔爱管闲事啦。怪你为着怪你为，到啥你讲话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啊，我是看你这个人哦，目色实在是有够歹啦。你看，虽然讲哦，这阿姨哦大包小包啊，啊不过伊穿的哦是练功的运动裤，伊的包啊内底还佫有木剑，这就代表讲哦。阿姨有咧做运动，身体嘛就勇健对吧？少年嘞，你搁约了真准哦。听得无？而且哦，阿姨坐一班车，真有可能是你头前讲做运动，嗯，所以哦，真紧就要落车。啊我哦，虽然讲我无开刀，无心脏病，啊不过我才下班尔呢。我哦，今嘛脚酸手酸诶。头晕晕，啊，搁有脑顿顿，哇，比这阿姨搁较需要这个位。啊，我要落车。在楼下。啊啊啊 ！My God！ 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起来了。拍死！我。你吃啥物？你搞我怕？你个大傻，你搞我怕？我。我等你，我要落车了啦。实在是有够衰，规工拢在互人拍。创啥？小翠，你即马敢有感觉较温暖？嘿啊，敢有？为着要让你一顿下着温暖感受，阮少年党啊是想偌久才想出改造环境、改变心境的方法，啊即马感受安怎？恁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啊，讲这个需要无？当然是少年党的关心。我关心员工。员工的身心健康是影响到做工课的效率。这嘛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。来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绿植区。你若日时感觉压力真大的时阵，就来这绿植区，幻想家己伫咧热带岛屿国家，微风吹过，手提一杯饮料，倒伫吊床顶面，真享受感觉。日时我要上班，我无时间倒伫遐幻想。那呢，我予你放假两天，你就会躺好躺满。请假就摕袂到全勤啊。那呢，特休就会。特休爱做嘛一年才有。啊，你归去游泳池关门两天好啊。恁莫闹啊！阿哥，这是啥？这是壁炉区，予你下班了用放轻松的所在。安尼，利用这一只用棉被，
个给包起来，把这个手提一杯热可可，真轻松。听到爵士乐，还有茶会在烧，噼里啪啦烧一下音，你就感受到那个温暖。这只是鸦片，无温度，我感受不到什么温暖。龙丽呀，早就给你买壁炉灯，你搞偷工减料，用这是要怎把小翠的身躯顶的汗迹逼出来啊？无要紧啦，明仔载我阁补你一个暖气，会用互你自头烧到袂。你出汗迹，你当作你是拍武侠片哦？医生就已经讲我无代志啊，你唔免提啥物暖气过来，我无需要啦。不过。来买奶来，爱心晚上妈好做汤苗来领。你是不是不方便啊？无，我足方便。副总，今麦是下班时间，你敢会当留有空间，让我甲阮阿姊？当然无问题，人美，这是我布置两区用互恁放轻松的所在。希望你能改，我进来。拜拜。你妈，我白想哦，这只是冤家的福利尔。小兰娜，你吹笑吧笑，你是在怀疑啥？我是在替小刺猬怀疑，伊家己也好好啊，好清净包围的小刺猬，过人温暖足侪。你敢无感觉伊拄则对我讲话口气好真侪？敢无？有，袂遮尔冷机机啊，我拢感受会着。快点，咱的暖男任务还没结束，我要继续回温暖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它融化的。行，我去买电暖气。好。拢是我爱食的，妈是特别为你煮的，对嘛？拢是你爱食的。这蒜姜鸡汤哦，妈讲咱两个人有挂掉，一定要啉一挂才会当去寒。搁这开花的菜，还搁有白雪公主鱼。你搁会记？当然会记啊！细汉的时阵，你拢讲花椰菜是开花的菜，讲这清蒸鳕鱼是白雪公主鱼，管他出来对人挑你的公司。大概我食白雪公主鱼，你就讲我是黑心皇后。啊，讲到巴肚就枵啊，咱会用开动了吗？等下，我有甜点要未介绍。来，这该是圆满大福。我足久无食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就想讲，你足久无食，一定足怀念的，我就特别做你食。大福奈暖哥哥。My God！ 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。你来了，够苦的，拢是迄个人害的啦，出了就辛苦的，我代拍了了啊。是啥物人害？我就伫个公车顶管拄着一个臭无赖大色狼，煞煞去啊！讲着伊哦，都拍歹我的心情。来，紧食饭。啊，我袂去咋地，你家应该有。嗯，有啊，拄好有两箱，我去摕。拄好有两箱，应该一箱是王正言的吼。高人美，你着互我关心一下安怎哦？我拄则看你对伊真冷淡，
你敢是因为伊骗你的代志，搁伫咧生气？我看会出来，伊是真正足介意你，嘛对你足好诶，你应该无可能无感觉。哪有可能无感觉？你看，伊搁用迄个假壁炉，啊，搁有热带盆栽，讲要替我甲厝内底营造温暖的感觉。虽然很瞎，啊，不过我拢有感受到伊的用心。那安尼，想怎你袂挽留伊？我早就无咧想伊的气啊，啊，不过这段感情，我真正是无啥物把握。我只要一想到伊迄个歹母的妈妈，我就感觉足烦的。我滴啊，甲伊交往一定是困难重重，不如即摆就打通啊。把重心放伫个工作顶端，我相信只要恁两个人同心，一定无啥物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啊。伊就唔知影伊个妈妈偌恐怖嘞，我无想要挑战。惊啥？你是黑心皇后呢？伊若是欺负你个时阵哦，你就甲当作这白雪公主，甲吃掉。好，就咱就安尼。天心。不管怎樣，我都希望你能過了幸福快樂。你也是。媽祖的白雪公主有夠好吃。可以加一碗。嗯。叮叮叮。這是你媽咪為你煮的補油湯，要喝完喔。很苦耶。是怎樣媽咪煮的湯這麼苦啊？调羹也好，中药本来就是安尼啊！你甲恁奶卖找伊个伊，那安尼你是安怎袂家己啉？你嘛是爱补啊，敢毋是？这是有心人咧啉的，爹哋哪会当啉呐？你甲恁奶加恁几嘴啊？等下啉袂完，爹哋咧偷偷甲倒掉，卖互恁妈咪知影。哦。吃面线，你就袂感觉遐尼苦啊！多谢爹哋。爹哋，你看起来也是最要紧妈咪啊！恁最近应该好好啊吼。爹哋这条命是捡回来，想想我实在无应该甲家己的亲人计较遮尼多。我再讲，你妈咪有改变了。我想，我要继续坚持，要跟伊离婚。不管哪讲，伊嘛是恁的妈咪。啊，不过对妈咪来讲，你不只是爹哋娘娘。我看会出来，就算讲无我，还佫有哥，妈咪上爱的人永远是你呢。伊讲，阮予盛元哥骗去厝尾店，伊找一个假人穿你的衫，假作是你。妈咪走到这样整身躯皮皮出来，面这样青顺顺，就参照你之前啊，败血症停止心跳，他说他要对你去，我完全相信妈咪这样做。这个严神元对咱全家做这么多歹事情，还害人心人没吃苦，竟然能交保，我一定会后悔交保，赶忙放柜里来面。也唔过，我感觉盛元哥足可怜呢。因规家伙仔发生遮尔啊济代志，阁无所在通好出气，伊会变作安尼嘛，袂当怪伊啊。而且爹哋是伊妈甲你救的呢，伊即马互人告啊，就互法院判刑嘛。爹哋，你敢袂当放伊煞？子婷，你到即马阁袂清醒啊？爹哋。我承认，我即马对盛元哥也阁有感情，啊，不过我看破，我无硬要爱伊留伫我身躯边，所以爹哋，你敢会当参像我同款放下？我放过伊真侪遍啊，是一遍阁一遍来找我的麻烦，甚至害我差点仔无命。我若是对伊认输，都是对咱全家残念。也不过，非得你就当作你甲伊无熟识。
假使你要把这个囡仔生下来，我跟妈咪袂反对，也毋过有一个条件，你跟这个囡仔绝对袂当跟严胜元有任何的交叉，你做会到的。我给你时间，你自己想清楚，唔通一错再错。好了，我知影。刘小姐，因为你有小可出血，所以黄主任讲，还是给你做一个超音波检查，安尼较妥当。啊，你准备好势未？我陪子婷过去。啊，刘先生，你无方便入去啦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李婷夫人吼，伊有交代讲，迄黄主任嘛，叫伊爱给检查较详细啦。哦，那就麻烦您啦。检查时间要偌久啊？差不多半点钟就好啦。阿长，是啥物检查这么神秘？是盛源要见你啦。多谢你，我会赶紧带子晴回去。半点钟了，我来接伊回去病房，你把握时间。盛源哥，我家知你搞不出来啊，你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哦。只要你愿意认错，我一定甲阮爹地讲，拜托伊伫个检察官的面头前替你讲情，尽量会无代志的。咱先别讲遐个代志，好不好？伫我出来了后，就一直无机会甲伊单独好好讲几句话。不管即马有偌济人对我有怨恨，甚至是讨厌我，迄拢无重要。即马对我来讲，上重要的是，我会得到你的原谅。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鸡汤，谭秀玲啊，你是安怎要替我准备鸡汤啊？这本来就是我应该爱做的啊。一个囡仔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就应该要由爸爸好好负责照顾啊。你真正有咱的囡仔对不？我真正要做爸爸。嗯，我嘛感觉真意外，无头一个时间就甲你讲，是的啦。你甲我回什么是的？这是好代志啊！我承认，一开始我知影的时阵，确实有淡薄仔惊吓。啊，不过后来想想的，无得卡，这个囡仔是一个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提醒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过去我敢若想着家己的不幸甲委屈，今摆我有责任啊，袂当阁像着过去安尼。什么代志拢我靠爸妈，我突然感觉到，我应该要振作起来，就亲像当初阮爸为着我振作起来同款。伫我想要结束这一切的时阵，你把我手抓条条的。明明就知影，家己嘛有可能把我拖落去，却无愿意放手。
甚至做我的肉店也保护我。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哪有可能不感动？因为这个事情感觉到你有心，这就亲像这个宝宝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选择伊来啊，爱咱重新学会晓珍惜生命。子婷，我会好好疼惜你，还有咱的宝宝。你愿意接受这个囡仔？过去的我不知道珍惜，我刚才提供白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子婷，现在的我真的讲不出什么好听话，啊，不过你等你看，我会好好表演，让你看到我的改变。好啊好啊，等你买冷气啊。你喜欢应该来做的。奇怪，黄主任明明都已经下班了，护理长就把资金带去倒位？门挂就用挂埋好啊。今麦有心啊，以后食物件就要食较营养的，知无？嗯，我知影。给你几块，来。挂小棍子是挺重要。六百块钱中啊！啊，都拄只阿长带我检查完，伫个路里拄着淑君阿姨，伊讲哦，伊替我准备鸡汤，爱我来遮食，顺续甲伊开讲。阿姨人咧？伊向杨姐着律师的电话，讲是要讨论世仁哥官司的代志，就出去啊。黄主任明明都已经下班啊。迄是门诊，伊特别留落来哦，替我检查完才转去的。爹地，我跟阿姨开讲，你无欢喜哦。挂小棍在你从啥？是不是跟阿姨讲，爱我挽留延伸员？是啊，那无要讲啥？而且阿姨哦，嘛就关心我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伊嘛希望会当因为这个囡仔。咱两家嘛，安尼过来过去。我已经讲过啊，这个囡仔甲人家一点关系拢无。后一边瓜小公去找你，你无所该讲啥，你就该讲，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你无方便搁加讲啥物。哦，我知影。我先扶你去休困啊。你妈咪煮的煲药汤你无啉完，啉瓜小公煮的鸡汤，你妈咪若知影气死。张家良，我就不相信他不过你。来，别开嘴，什么都别说。放心啦，我什么都没准备要说啦。静卡，温度拄拄好啊。
哼，搞假呢！你即马唔免开嘴哦，嘛有才调甲我顶呢。我看下你功力真正是愈来愈悬啊！什么意思啊？金卡，你即马唔是咧甲我顶讲哦？我认清这件代志，认甲头啊烧烧，尾啊冷冷。小弟啉落，你着头烧烧，尾嘛烧烧啊啦。你即摆是啊，唔头啊，食西瓜半暝咧起晚情，你真正无必甲我考试。原来伫你的心目中，我就是这款人。我是恁某呢，我甲你做伙三十年啊，我的肠啊，生作是直的，你唔知晓。就算我嘴花去磨着人，我敢有可能害你？我看你艰苦，我哪有可能会亏我？好。你若真正教我认真哦，你就是真正输我啦！啊，来来来，卖多一直哭啦，来，小姐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都弥补你那我囝，是我一世人心内一个遗憾。原本哦，我俩准讲这世人应该无任何的可能啊，甲因阁有往来的机会。结果煞意外，因为两个后生，这条线阁牵起来。我唔忙三十天，唔是三十天呢，所以哦，难免我这心情情绪会较激动。我难免对那母仔哦，伊当真啊，我想要照顾，迄心我会较累啊，所以我就无顾虑到你的感受，唔才让你感觉讲哦，我对你敢那较冷淡啊。我敢有表现到遮尔明显？嗯，啊，你袂输啊，囡仔同款四界了一挂有诶无诶代志，就是引起我对你的注意，敢毋？我都无安全感啊。安全感，安全感伫遮啦。你都不知道我最近有多寂寞，郑院主出事，都是我六岁六舅亲身照顾的，所以他特别把我黏条条，就连十几岁都还对前对后。我也知道郑院大汉了，他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，我也不能再把他黏条条，总是要放手。不过他所有一个女孩子跟我无同心，佮加上你最近拢为着保证这因家的代志，拢常常出门，啊，一个家都敢若剩我一个，我就向我感觉，我无我互人需要的感觉，啊，迄种惊吓，迄种孤单，迄种心情，你敢袂当体会？哦，无啦，我即摆毋是伫你身躯边咧陪你啊。啊！你的心甘有伫遮，对你来讲，囝是珍珠；对郑燕来讲，女朋友是宝贝。啊！我为着恁扛长跨度三十年的人，对恁来讲，我到底是算啥？可是我什么拢无计较，啊！这个计较最后，是不是干那会剩我一人？哎呦，袂啦！哎，好好好，好啦，莫搁哭啊！拢是我的唔好，安尼好无？啊，莫搁艰苦啊！无，你明仔载目睭睁睁，你是要哪出去见人啊？为着我明仔载也无要去倒。哪会无？明仔载哦，我现你的牌啊，我要带你出去。去倒？一个高尔夫的公益活动啊！我你真好水水哦，跟我做伙来参加迄出戏啊！哦，是咧乌啥话啦？以后啊，只要我要参加什么公开的场合，
你拢陪我做伙去处事，安尼你应该就袂感觉孤单啦吼。陈翔，你好，我要找李医师。李医师，你怎么在所在？阮家无李医师啊。赵梦泽哦，这敢是普兴牧场啊？系啊。啊，你都摸唔到啊？我甲李医师讲好啊，要刷 VIP 来给伊看呢。少年的啊，你是唔都会摸唔到？普兴牧场对啦，阮哦，猪仔仔、羊仔仔、牛仔仔拢有，动物代志拢会当处理。啊，不过人走的代志就无材料处理啊，所以无意思好不好？哦，哟，啊，不过你这狗啊，够强够水啊。哟，代无代志，无代志，乖哦。哎嘿，你刚才就拍呀？啊，拍死啦！阮家 Vivi 哦，除了我会当开以外，伊对其他的人拢同款安尼啦，所以我才会找来找李宇飞医师，因为 Vivi 哦真正需要伊的治疗。哈、哦，你是要来找宇飞的啊？我都开始唔是都讲啊，我要找李医师。哦，那李医师啊，唔是李医师啦，你讲话讲好清楚咧，我俩真讲是套话，咩搞拍一水？哟，哦，高强大汉呢，身材袂歹哦，啊，汉人阁好吼。哎呀，你敢结婚啊？阿伯，阿伯，你交女朋友啊？无。做梦仔哦，我敢会当找李宇飞啊？哎，无，我较歹势，来来，你坐，你坐。这里来，来家姐，来家姐，这里，这家姐姐。哎，我就问姐哦，啊你，你做什么头路呀？领导过有什么人？姐，嗨嗨，嘿，陈老板，啊你来几啊？啊，刚是阮台湾蒙克的生乳发生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无什么问题啦，拢真顺利。我是带我的狗哦，来给你宇飞看的。嘿。啊！你就是迄个甲阮宇飞拍甲咪咪毛毛，迄八十公斤级的吼、哦！嘿，你甲阮宇飞当作沙包咧拍，即摆佫走来吃，无你即摆是安那？拍来伤啊，无拍来伤哦，过来一届哦！来，过来一届，来！姐啊，你卡冷静的，迄是比赛尔，而且虽然宇飞拍输，毋过陈老板煞愿意甲阮斗三工咧。你这个人哦，真讲底气啦！啊，对啦，李医师哦，是我看过上运动家精神的查某囡仔，恭喜女战神哦，阿妹超过啦！还得讲，阮宇飞呢，三流女呢，都嘛女战神，对不对呢？你卖俩准讲你凊彩乌弄宇飞几句啊！阿姨，你伤害伊的代志，我着准拄煞。然后宇飞讲安怎讲是查某囡仔，伊还袂嫁人呢。哎呀，头家，啊你哪会来？这是菲菲啦，就是像你讲的，伊敢若有忧郁症，我有过几落种治疗啊，也毋过真正拢无想要食呢。菲菲，刚破病，先上兽医院，可真正早了，宇飞垮，啊你敢有效？对，你吃醋？吃什么醋啊？我是看恁二姐哦，受伤还搁要做工课，真辛苦，而且逐天开车来甲载。我嘛应该送啊。对，你什么时阵变个这么大心嘛？不是普雷吉姆哦。来，这里哦。记得，哎，必来。哎，你
真正足厉害呢！我第一次看到 Vivi 和人普遍个这么乖啦。哎呀，讲，阮家李宇飞呢？啊，有阵讲霸王龙在手的哦，卖乖到那变色龙咁款。爸，你陪我落家己查某囝嘛，唔免这么碰风啊。对啊，啊，其他医生拢唔捌甲你讲过，有的狗仔穿袜仔会感觉无爽快。哦 ，Vivi 无看过医生啦。伊平常时哦，拢待在厝的。我是惊哦，伊在拖脚了，我一瞬一瞬的，我才来穿袜啊。好怪伊的忧郁症，像这种猎犬，伊活动量大，因需要的是烫恰卡、四界走。对啦，就参像阮家的牧场同款，你着吼等一下，互你的伟伟在走走的四界走去。那不过不是讲草地上都有心丝虫？不管是倒一种动物。拢有因家己生活的方式，咱袂当用人的思维去框架因的生活。啊，等呢，我先回家一下预防心丝虫的药啊，啊，回早早活动一下，咱再来观察伊刷落来的情绪。好，哎，免管这，赶紧的，我出来不着。来，喂喂，来走，来走，哦，来先去走走。来，麻烦你啊。动了。啊，唔是要上班哦。哎，来，吃吃吃。我拄只一入门就看你安尼油头革面，啊，实实信信的是安那？人个张子婷，唔免阁幸福之中，人即摆过了足幸福个，人即摆要做妈妈。啊，敢有倒位无爽快？可能是消化不良啦，凡事当一着好。哦。丽丽，你走啊！走 ，Go！ 要安怎啊？菲菲拢无爱走呢。这是菲菲头一次踏到草地对无？不要紧，我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咱来干一声我们丢他捡的游戏。好啊。菲菲，菲菲，嘿。哈啊！你要找我耍哦，好来，去。哈哈，菲菲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去，你真够厉害呢！我第一次看到菲菲这么欢喜，菲菲来，菲菲。我看伊只狗真正常啊，我感觉安怎看，拢感觉伊是咧捧二姐。阿玲二姐本来就真优秀啊，即摆有人要甲拍哦，即嘛真正常，吼。你哦，阮雨飞春天哦才打来，所以有上班代志卖遐赶，吼，谢谢。哎，不白。这几天拢在落雨呢，是不是有风台要来？对啊，咱台湾有台风豪雨要来的时阵，山坡地就较容易有水冻霜的现象发生。对哦，所以政府哦加强推动自主防灾的知识，大家知影。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家远离危险。爸，想袂到结果咧注意这呀？啊，结果没有。恁爸做这哦，算免加减注意，卖遐提醒啦。今天四界哦，顺顺看过来，看有啥物所在，哪需要修理的就修理，需要补强的补强。去。好，我对伊来啊，为滴我买单雨飞。好。看起来这天佑，要是有将阮雨飞跟你心肝嘞，李雨飞啊，李雨飞，这普心牧场的善良，你也记得，总算有人欣赏啊。队
几瓶哦，到市区停了没啊？爱卡进门，我得维护啊。啊！你这个人哪会凶凶？你在开车？大色啊！修理紫丁病房门口，被波哥给我拍头凶啊！咱来看看，紫丁是不是出代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走过这个门，伊通往幸福，伊拢会跟我做。实在真可惜呢，阮正燕哦是较早熟识人心啦，啊那无爱我为恁两个姊妹啊当中来选一个做我的新妇，我一定选你。阮妈就安尼对人这么热情，伊对你印象袂歹。伊唔但要破坏咱姊妹的感情，伊搁要搞我介绍小王正燕。哈！拍死拍死！同好诶，啊你怎会做服务生哦？其实阮公司毛真侪时间真主要工课啊，会当加伊拢替你安排。无啦，丁啊。啊，同好，我先熟悉，我先来啦。夫人，是副总来我上面解决，我先提掉伊。恁副总今嘛等恁到其他的头家讲情理啦。正燕啊，妈，你副总是去跟我拍高尔夫球，你唔敢讲话。夫人，这就是你讲的讲情理哦。我靠，我先了啊。正燕啊，我嘛也把学籍好，我参像一个白白的人，应该走的唔走。隔壁头店家破坏人交朋友，是一张嘛？一摆，咱俩好好珍惜，把咱的感情变作纯粹。之前电话嘛是卡袂通，啊，不过我伫伊的 IG 看到，伊伫护证事务所。你敢满意？我有机会，把咱的爱给咱开花结果，做我的颜太太。出心来话，敢有真心对我来交陪？一杯酒，予你想要我的一切。明知有缘无分，爱甲两杯开啊后悔。你的情。若像花，我为你痴迷。手里的梦，不愿做。一生的爱对落在，温柔酒杯，对我的所谓的情话，拢是因为爱太多。酒。心酸，谁人陪？你的情若像花，我为你痴迷。